上帝创造月亮星星，然后人类为了要研究这个天文，然后就写了论文，叫做天文学。那么上帝创造植物类，所以有一些人他们特别研究植物，然后写出论文，就是植物学的论文。那么上帝创造海洋，然后人类就写海洋学。那上帝创造各种动物类，那么人就写动物心理学。那么神创造人类，人就写人类的心理学等等。这些都是上帝先创造，然后人分析研究写下来的这些论文，就是这些学问。所以其实这些学问是先创造后来才产生学问，要不然你自己空想的那就是编故事了，那个就没有根据。那么其实我们所有的学问都是从研究神的创作开始。那么那上帝都写都创造了，但是他没有写下来，只有一样他写下来的，那就是圣经。圣经他写下来一定是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说你一生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是你自己写的那本书呢，就是你的精华，你思想的精华，你把它写下来。那么所以圣经就是最精华的，上帝一定要人知道的，所以他写下来。所以圣经是一切的知识智慧的源头。论到历史方面，上帝创造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然后一直到今天，还有末日。那上帝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历史可以说是从哪里来做什么，将来往哪里去，他都给你写。通常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是事情发生以后，然后去研究考证记录下来，历史都是发生以后才写，这个叫做历史。但是圣经的历史是怎么来做什么，将来 要变成如何，它通通包括的。那么心理学方面，古话说什么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那所以我们的圣经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，却没有人能够知道他。有谁知道主的心，做他的 counselor？ 没有，没有人能够指导神。但是我们却有基督的心，所以这个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。那在经济学方面，圣经的经济学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。那么你十分之一的奉献，就是打开天窗，神就打开天窗，幸福于你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那这个就是基督教的这个经济学，跟世俗的不一样。世俗都是投资啊，然后赌博性质的，赚一大堆钱啊。但是外邦人的方法，但是基督徒的是越给越多，越慷慨的，神就越祝福。那么兵法方面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那么基督徒的兵法是这样，有人可以将亚哈王这个亚兰王，亚哈王知道亚兰王那边所发生的事情，甚至在枕头边讲的话都可以告诉你，那这个就很厉害了。这个亚兰王本来计划说要往东，结果以色列人就往西，他们计划往西，就跑到东，怎么他们当中有没有间谍？那么以利，在这个亚兰王当中就有一个大臣，他说不需要间谍，他们亚哈王这个国家有一个叫以利沙，以利沙可以把你们国王在枕头边讲的悄悄话都讲出来，他们有先知，所以有先知多好。911还没有炸之前呢，就有先知告诉这个布什总统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，这个要被炸，
那么这就可以有先知的话，老祖就做准备，就是美国不知道。那所以那个这是兵法方面的。那么在未来，未来学先知对不对？可以告诉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。那医学方面，神机骑士随着以外，马可福音十六章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得痊愈。那瞎眼看见，瘸子行走。那在文学方面，圣经是最美的文学作品，都在里面。那伦理学方面的，还有法律方面是，等一个人犯了罪，他们去追踪。但是圣经里面的呢，是你向妇女动了一念，就已经犯奸淫，你恨人就等于杀人。那所以一般的律法都是事情发生了，杀了人，然后才来追讨。唯有基督的福音是，你还没有开始犯罪，神就已经拦阻你说不可以恨人，不可以有动一念，神已经拦阻你。所以刘明和牧师说啊，他们这个戒毒中心啊，就是要默写圣经，不只要背，还要默写圣经。这个很大的好处啊，因为啊，你平常叫那些像佛教徒，就叫他们念什么慈母经啊，什么道德经啊，什么慈母手中线呐、什么，反正都是那些道德的东西。等到那个毒瘾一发作，哇，不得了，全身就好像几千万只的虫在咬一样。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很痛苦，一发作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照样去杀人打抢，这个毒瘾发作。所以佛教还有其他的宗教啦、打针吃药都没有办法控制得了。但是呢，刘明和牧师呢，就讲对圣经。圣经治疗法是最有果效的。那么他平常没发作的时候背圣经，要发作的时候呢，神的话能够压得住。所以你看很多戒毒都失败，但是刘明和牧师的这个就是成功，就是背诵神的话。那么人们都需要神的话。有一个老牧师啊，他要退休了，他就请他儿子接棒。那这个儿子呢，他刚刚接棒的时候，他就准备讲道上，他就发现，他要讲心理学方面，哇，他教会都是博士类的，博士、超博士，都在他们教会，心理学家在台下，讲到有一点哲学方面，哇，哲学博士在下面，讲到有一点科学方面，科学博士在下面。音乐博士在下面，哇，他不敢讲道，他不知道怎么准备讲章，他就问老爸说：“爸爸，你当时怎么准备讲章？”那爸爸说：“你讲道要讲他们不知道的，什么不知道？他们什么都懂，电脑比你棒，医学比你棒，音乐比你棒，样样都胜过你，有一样他输给你，那就是什么？圣经，圣经他输给你。”所以你只要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，解经解得很棒 ，OK， 你不需要教导他们科学的东西，因为除非你是唐崇荣，唐崇荣就是他们的东西都读，然后用这个跟他们拼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那么棒，我们没有那么棒去看那么多书，我们是至少先把圣经弄得滚瓜烂熟，他们不会考别的东西。对不对？你是牧师，他不考别的东西；你是传道，他不会考别的东西。他要问是问你圣经，你只要能够背得好、解经解得好 ，OK， 你把你的专长做好就是。那么，神话语的属灵征战，有一个地下有一个在苏联当中的地下教会，他们抓那些，抓那些基督徒烧圣经。那么有一个小朋友，他的圣经呢是他祖母给他的，就秘密警察把这个圣经把他抢走，要烧，他一直哭啊哭啊哭啊。那么
秘密警察不管，就烧啊烧，所有的圣经都烧掉了。烧完了以后，这个小朋友不哭了。但再过一阵子呢，这个小朋友开始笑。秘密警察说：“你为什么笑？拿出来，如果还有圣经，拿出来。”小朋友说：“我还有18章圣经背在我的脑袋里，背在头脑里，这不能烧了。”所以感谢主，你们背圣经的态度就是打算说随时有人会把你圣经烧掉，那你就会努力背圣经。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背圣经？因为每一个人家里都有5、6本圣经，大大小小的手机，还有手机也有，电脑也有，到处都有，所以不背了。很多人就不背圣经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反正到处都有，上网也有，什么都有，就不用背了。这个不背呢，就变成使我们偷懒。那个圣经都永远是在旁边，没有进到脑袋里面。那所以我们需要背圣经，因为圣经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思想。圣经的光明面就是我们里面的光明面。圣经的目标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，我们需要圣经成为我们的卫星导航。那么背圣经的好处和重要性，这个太大了。我们看这个圣经，有圣经里面有一些亮光。那么这些亮光，不能够取代圣经本身。我们要把神的话把它背下来，不能光靠这些亮光。亮光，到底是谁的对？是我的亮光对，你的亮光对？不知道。亮光有时候会把人带偏，但是神的话永远不会偏。所以我们背圣经是最可靠的，亮光亮到后来有的变成异端，那所以还是回到圣经是最保险的。那么今天的世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呼唤着我们去跟随他，那我们需要有神的话。每一个广告都在说，我们这里是最棒的，你来跟随我们吧。我们不能够说什么东西都把它装到脑袋里面去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随这些流行。我们就是要把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把它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。我一定要讲到几点，8点10分可以管是今天就8点10分到点十分钟，十分钟，然后问题再问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吸引，都在吸引着我们。我们要来追求的就是，把世界上最宝贵的，放在我们脑袋里面。那么，我们也听着人家说什么日行一善。其实有的人是做很多善事，所以后来人家说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。那我们如果没有那么多钱去行善，那我们怎么行善啊？我们呢，要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，而这个伟大的事情呢，是从许多小的伟大的事慢慢累积起来。比如说献2个银钱的寡妇，耶稣说他奉献比财主更多。那个纯正的动机，好像那个撒玛利亚，好撒玛利亚看到一个被打半死，他去帮助他，那就是做一件伟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所讲的伟大的事，往往都不是像国父推翻满清政府那种，那还得了？那他门徒大家都去推翻罗马政府，那不是打打杀杀没完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所教导的都是你可以做得到的。比如说，撒玛利亚人，刚好他被打个半死，我
哎，这里有万金油，有什么猜测？他马上可以做得到的，哦，或者是周济贫穷的人啊，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。还有一件很伟大的事情，就是背圣经，啊，你每天背一张圣经或背一页的圣经，这也是一件伟大的事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。这个兔子跟乌龟赛跑，啊，谁跑赢的？乌龟赢，对不对？我以前，啊，那个，啊，去那个圣上节恩典院，在瓜纳利亚的那个恩典院，我跟我哥哥、我妹妹，啊，都去参加。那去参加，他们每一天，啊，度连光，要我们每一天要背一篇诗篇。哇，我哥哥会背的，妹妹会背的，啊，我背不出来，哦，啊，我就很丢脸，就觉得很丢脸，奇怪，怎么每一天要背一篇啊？我怎么背不出来？那个时候我才19岁，那但是我又很渴慕神话，所以呢，我就痛下决心说，我一定要好好背圣经。所以后来去当兵的时候，就每天啊，就是我你们上次有没有跟你们分享？没有我们那个背圣经的时候都要那个排队啊，不是我讲错，那个要入伍的时候我们都要剃光头，所以呢老百姓都要剃光头，然后呢剃完光头就去洗澡，洗完澡就换军服啊。那么我们要排队进去的时候，他们要检查全身，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带，什么都不能带啊。那我有一本福音小册子，四福音的，就新约的小本圣经，放在口袋。那他们要检查全身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本圣经丢在草堆，然后就去排队剃光头，然后洗澡换新衣服，都是军服。那么换完军服，晚上要睡觉之前呢，我就跑回草堆去寻找那本圣经，然后呢就放在那个纸棉被底下，一天撕下一页，来背圣经。那结果呢，在当兵的时候，从新约背到启示录，马太背到启示录，除了那个什么家谱背以外，大部分都把它背下来。那结果就新约背两遍，旧约背一遍，旧约也没有通通背了，就是选一些看得懂的先背，不懂的先不要背，就是背那些看得懂的先背。那么等你把这个看得懂的背完以后，再回过头来背第二遍的时候，本来不懂的现在都懂，这个灵命高了，就看得懂那些经文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乌龟跟这个兔子赛跑。有的人很聪明，看两下就背下来了，但是我怎么背就背不下来，所以我记忆力并不好，但是呢就下功夫。结果起初一页哇背了好几个钟头才背一页，后来呢就越来越快，变成一个钟头一页，然后再快再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20分钟背一页，越来越快。这个就好像那个等量加速度，起初嘛哇越来越快，就是这样。那所以这个背圣经我就发现这个帮助很大。那我们的心里怎么去思想，就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的为人就是怎样。所以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之所以会成为伟大，是从许多的你每天累积的一些好的思想好的心态造成伟大的品质，都是从平常累积起来，慢慢堆积。所以你心怎么思想，你以后做出来的就是怎样。那有时候我们会很羡慕那些什么大别林会、布道会、分心会啦，这个我记得我爸爸以前他在花莲，那是40年前。每一次到圣诞节呢，就到那花莲公园去，你知道花莲公园北仑山那边吗？去买树，人家砍下来的树，作为圣诞树。
然后用大铁桶，然后装满石头沙子，然后就把这个树给立起来。那么圣诞节过后就要赶快打扫，要不然呢，这叶子掉啊，那叫好都是叶子。所以呢，树在挂在那边，很多漂亮的花啦，什么卡片啦，又是灯笼啦，闪闪发光，很漂亮。但是呢，它只是好看，不能吃，也不能结果子。所以我们需要生命树。那生命树怎么样能够有生命树呢？就是有神的话，在我们里面就能够多结果子。有两种的复兴，一种复兴呢，就是去参加什么培灵奋兴会就复兴起来，然后到明年唐崇荣来了又复兴，然后再过了不久赵永基来了又复兴，再过不久邝建雄来了又复兴，华理克来了又复兴，然后又原地踏步走了，又原地踏步。所以现在呢，都参加什么特会啦，什么去参加这些会来一下火热走了又没了。那怎么样能够自己给自己培灵奋兴，就是被神，对不对？他们再怎么伟大的布道家讲来讲去都离不开圣经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干脆就自己背了？我为什么会喜欢背圣经？就是我去非洲去非洲 Liberia 那边是没有水没有电，我还是不用没有声音的，没有，有事。好像其实我这个家是没有声音的，不用。对对对。好，因为它好像会 k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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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会跑出来。你是要录音的，那用这个可以吗？那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好，我用手拿，好的，手拿着啊，我好 ，OK， 这个对 OK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是我在非洲的时候，那因为那边没有水，没有电，在来比瑞乡下，那点没有灯。我太太说，她最困难就是。孤单，这个林里面的孤单。我们知道女人跟男人不一样，男人只要有这个大自然啊，像我，因为我喜欢音乐，我就去外面唱歌啦、作曲啦、画画啦这个，然后您大声祷告啦，就跟神就通了。但是我太太不行，她说她一定要有人跟他做聊天的对象，他跟我讲，我都听过了，他要找别的人要可以讲话，然后他会听得懂这样。但是偏偏那些黑人的不要听，他黑人的女人没有受教育，那不会讲英文，那么我们学班地图画，那个图画没有写成文字，没有书可以学，所以光听不懂。所以呢，我们只是写简单的问候，但是他没有聊天的对象。那我呢，还有一些弟兄多半有读书的，那可以用英文可以通，那我太太就变成没得通，就很孤单。那所以摩西在旷野四十年之久呢，是一种属灵的孤单，这个不简单。这个我太太说孤单到想哭了这个地步，我比较不会，那他就很严重。那么我们在台湾如果说没有属灵的伙伴没有关系啊，我找牧师啊，参加特会啊，什么布道会、培灵会、分析会一大堆都排着等着你去听还可以上网，还 YouTube 一大堆可以充电但是非洲呢，我那个时候呢又没水没电也没有电脑，那个时代怎么样来供应自己的灵命呢？最好唯一的办法就是每天背圣经，背圣经，圣经是100%的培灵会，
你每天背整张，你就是背到会感动流眼泪，这个就是最好的陪你，自己给自己陪你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每日背圣经，灵命逐日高升，这个是你背越多，然后灵命就越高嘛，那加上运用，如果不运用，当然灵命不会起来。就加上背圣经，然后又去实践，那你的灵命就会一直起来。那这个是自己给自己灵命成长的方法，不需要靠外面的支持。你看神学院学生哦，他不背圣经，然后呢去牧会，5年，他不到5年就已经所有该讲的道都讲完。没道可讲，那就是因为他自己不能给自己充电。老师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很会讲道，老师啊讲课啊都很用功做笔记，但是呢讲来讲去讲完了没道可讲，所以最重要的自己能够给自己充电。神话语的能力好像什么，神的话像大铁锤，哇，神的话带着能力，为什么？出于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又能够刺入破开，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的来源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能要请你帮忙一下，从这边。很多的神学院我们曾经有五校联谊那一次我们是华神、台神、晋神、卫理神学院、客家神学院五个神学院，我们在台神有五校联谊会，那几个院长就在开会讨论说怎样鼓励神学生或灵修生活。那美国也有很多神学院，他们就发现有的读硕士读到博士，但是圣经不熟，就讲会讲神学，但是不会讲神的话，所以后来呢就开始流行说在各个神学院要推行这个spiritual formation， 就灵命塑造这个课程，把它称为必修课。那我现在在神学院就除了教宣教的课程以外，就是教这个灵命塑造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灵命没有建立起来，你别的东西都免谈。在韩国有一些学生来我们神学院念书，结果那些神学生奇怪，他们每天6点有背圣经，叫他们来参加，拜托你不要叫我背圣经。我说，你们不是韩国来的吗？韩国不是4点就是起来灵修什么？我叫你们6点来都起不来的。还有一个韩国学生他是牧师的女儿，妈妈是牧师，女牧师的儿子，他竟然要睡到自然醒。我们神学院是要6点要起来，他可以睡到8、9点。那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很期待你们韩国学生可以成为我们台湾神学生的榜样，你们做我们的典范。
没有想到竟然不灵修啊。后来有一位从韩国来的一个牧师，这个是宣教士，管2600个宣教士，哇，这么棒的 director， 他来住我们学校，大概有住了差不多快一年，啊，他是 on furlough 的时候来住，那我就请教他说，为什么，你们韩国的神学生是怎么样的？他说4:00-5:00灵修，有的神学院是4:00，有的神学院是5:00。那我说奇怪，我们有几个韩国来的学生哦，竟然这个睡到7-8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说哦，韩国他们要读那边的神学院哦，他如果有的神学院规定4:00就4:00，两次不到退学。如果规定5:00，两次不到来不来灵修就退学了，所以他们在那边呢，要读那边的神学很辛苦，而且学费跟美国差不多高，很贵。台湾的神学呢，不但免费，还可以领奖学金，领什么助学金，一个月11,000。那家庭宿舍的话呢，还有3-4万的，有孩子很多的话，还可以领钱，读书又可以赚钱，所以大家都喜欢读这里的。有的美国、加拿大回来台湾念神学院，华神、进神都一样，都有助学金。OK， 那所以这个韩国宣教师说，哦，我们韩国的学生，哦，就是那边考不上。考不上都跑来这边，哦，又可以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又可以有奖学金、助学金，哇，太棒了！这么好的学校哪里找，所以就反而把他们宠坏了，啊，我们已经宠坏自己，所以我在学校就特别鼓励他们要每天要早起来灵修，其实。韩国的这个 早起灵修，哦，是最好的教会复兴的源头。就韩国并没有几个很会布道的布道家，美国有，哦，欧洲也有，但是很少听到韩国什么伟大的布道家。你会听他很大声这样打雷，但是其实没什么内容，对不对？但是人家每天4:00-5:00起来灵修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们是教会之所以能够复兴，就是从灵修生活开始。好，两次不灵修退学。好，台湾找不到这样的神学院了，哦，没有一间这样子。听说吴永长老的那个有，好像每天6:00要起来集体的要灵修这样子，其他都好像没有一个神学院是硬性规定要灵修的。那贾一鸣以前在。灵修神学院，他就是4:00，每天4:00要灵修。我爸爸去念过他的那个神学院。那韩国的教会之所以复兴的，就是灵修。那么那些长老、执事、同工、主日学老师、校长，都是从这些每天来灵修的人当中选出来，不是我们台湾用投票来选举的，不是，就是。每天灵修的人才有资格做同工，那所以灵修的神学院产生注重灵修的牧师，注重灵修的牧师产生注重灵修的教会长职同工，教会如果注重灵修，然后一定会复兴，一定复兴。所以我在那个加拿大的时候，就是带他们早上晚上背圣经。早上6:00还是冰天雪地，下大雪，他们也开车来背圣经。这些来参加的都是大陆人，加拿大的在地的华人，那是睡到自然醒，但是大陆来的他们就有办法，早上5:30就开车，然后6:00背圣经，早上晚上都来背圣经。
那么有四五十个来背，那么有十二个他们是坚持有始有终。这十二个人当中呢，现在有九个做牧师，三个是做教会的什么执事会主席这些。所以这个背圣经的后来成为全时间传道人的成功率差不多将近70%-80%。像你们常常来参加背圣经，变成到后来都变成传道人，信不信？对，好，所以千万不要来。OK， 那这个影响力太大。好，这个职场宣教师也可以来。职场宣教师，你就是说你可能是老板，那然后天天来背圣经，结果后来你们的整个工厂大家都跟着你背圣经。那就是变成职场宣教师，这个也是非常好的。所以你如果参加小组，你可能成为一个小组长，每天被训练成为组长，带人家解经，如此而已。但是你如果带的这一群人都是来背圣经的，那不得了，这些以后就是牧师传道，要不然就是宣教师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尝试。没有，我这里是不一样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是不是讲完要有一些问题？对，他们回应。回应，回应，有没有要回应？我先回应一下。好，我先回应一下。我是这个今天那个江牧师所讲的，我心里很有同感，有同感。那确实在这个背圣经里面，为什么他那边有一个图里面他说自己每日背经，灵命逐日高升啊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啊？我想大概几点啊，我自己回应一下。第一个就是你每天背圣经的时候，那个神的话就会扎根。你可以做很多事，你可以往上建造，但是如果没有根基的话，那个上帝的话就是根基了。我自己讲，如果你根基很稳的，你上面起来是很